曾经他爬上这里，以前他也喜欢坐在这里，他曾经短暂待过这里，那他现在在哪里？韩国瑜现在躲在选票里，如果未来国会蓝白过半，韩国瑜就会是立法院长。曾经他爬上这里，以前他也喜欢坐在这里，他曾经短暂待过这里，他最喜欢进去这里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韩国瑜现在躲在选票里，如果未来国会蓝白过半，韩国瑜就会是立法院长。若你盖在这里跟这里，他就会坐在那里。票投蓝白，架空未来。